那我相信以我的天分是可以的。这只看起来那么废，这只很强吗？ 绕赛，绕赛有成就。干，什么烂机器人啊！ 来，我来看一下这只王道可以干嘛，有那么强？操嘞！妈死！你有看不到你吗？ 哎呦！我跟你讲，他的模式我已经看懂70%了。这次是目前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在第一次接触就看懂他的打法的王哦。这次确实是目前遇到最强的敌手，我承认他的实力。 撞到头了！来，我跟你讲，我已经看懂他95%了。哎，感谢鸦片，鸦片是洛克人的大大。 you
靠北，你妈原地是怎样？哎呦！那有要加码200美是？11点前吗？200美是？我已经看懂99%了，现在只差一招，我还没有看，还没有确定哦。来吧。欸，撞到头很痛欸。别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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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完全看懂了，我知道怎么过了。刚是因为我看懂的时候我剩下20%已经来不及了。什么胸罩，这边有胸罩。胸罩在这关吗？哪里啊哪里啊哪里哪里，找到在有的地方跟我讲，我不知道在哪里。你过头了吗？靠，他无敌耶！哎，谁给我乱按那个的？哎，哎，他不是会过去吗？他不是会到右边吗？太卑鄙了吧！
干容易呐。我想半小时够了，打刚那一次玩不需要半小时。多这衣服可以干嘛？每下都中啊！哎、欸、，bug， 有 bug， 错赛。来，我已经看穿这只王在干什么了。靠腰啊，撞到头。